我们打铁男老好打的，他永远也不可能打出来第三下被动，你知道吧？两下被动，我们一个他一个自盲，你呀，咋的呀？全军出击！哈哈哈！多多多多多多，哎，多多，这他妈都打不过，有点垃圾呀！有情况！我只是想试试能不能打得过他，没打过。算了吧，没打过。要迅捷。但是这波铁男亏了，他有三个兵没吃着。你表面上看上去我好像是亏钱了，但其实他很亏，他也就能出个红宝石啊，他出个鞋。我生了你呢，整装待发。打被动啊，你不挺牛的吗？笑的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一个兵值100块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1000块钱啊，那不行，你给我300块钱，让我换前期三个兵吃不着，我都不换，知道吗？我都不换。一看你就不会玩上路，上路的经验永远比钱重要，知道吗？干啥来了？是长官。谢谢欧欧的大火箭，你换你出面两把多兰剑打死我。你两把多兰剑，我比你多一个技能，你换呢？那你不傻吗？你一个技能打我俩技能呗。想打被动，是长官，厚点呀，多多。铁男得先出水银鞋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别着急啊，挡一下毒。好，可以过来枪杀的。哎呦我操！有盾，哎呀，盾怎么好了呢？要迅捷。他上来一开始就摁的盾呢，盾好了，跑什么呀？换呢？当时的情况是我本来想跑。我跑一半了，然后呢发现他开盾了，哎，我发现跑没有用了，但是我也回不去了。
我觉得我回不去了。正在报告。字儿撇的雷，前面看看字儿的撇的雷。啊，这铁男得留雷。多多多，大强攻，整装待发。多多多多多，再见。妈的，他开大把我抠给我整没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吃个小饼干，他开大把我抠给我整没了，我抠飞行途中消失了。是长官，很烦呢。回家了。先来个辣十字牙。要迅捷。他带扫描了。设置到 E 上没用，那积木。整装待发。那积木的笑是必须得顿一下的，你知道吧？你都可以笑笑 A 都 A 不出来，有的时候你知道吧？容易卡屏 A。有情况。你 A 笑吧，你就会影响你的走位。养虎兵，开玩笑。抓不着，哎，哈哈哈！铁男有闪现啊，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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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有闪现炸我们了。来个炸血劈你！
他没闪现吗？大放过了，没有没有，大招没放出来就不算。铁男是不能隐藏 R 的。他现在进领域，他打不过我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整装待发。有情况。蘑菇没了，蘑菇没了，蘑菇去了那个地方。他再开大，应该那个蘑菇就出现了。蘑菇永远的离开了我们。隐身。谁插的眼儿啊？那为什么是我插的眼儿啊？我没插这个眼儿啊！我什么时候插的？我去前面看看路。隐身，哎呀，早闪好了，早闪能换个包公女，我操，这怎么这么多人呢？这都怎么来的？这都是，那吸血鬼来的位置很奇怪呀、啊。闪慢了，我犹豫了，我早点闪，我直接把这包公女刷了。原来吸血鬼挺肥呀、啊！队友这把是五五开的，只有我们的上路是优势比较大的啊。哎呀！有人儿，有炸。嘟，撇雷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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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他妈有我操！嘟嘟嘟嘟嘟嘟，哎呀，这不是我们家人吗？这是对面的人吗？我刚才看着我刀锋过来了。怎么是对面的人呢？幻觉不是幻觉，刀锋绝对来了，刀锋走了一半回去了，我估计。正在报告。这吸血鬼有点没完没了了，我这一看。特
是长官。没完了是吧？嗯。要迅疾。没完了是吧？没完了，没完了是吧？嗯，是不是没完了？操你哥了！你他妈跑！我漫天飞雨杀的。漫天飞雨。跑，往哪跑嘞？没完没了，你还不给你牛的。小莫，快跑！伤害还是给我减速了，要迅疾。隐身，快跑！还行吧。不踩，可以。出个智慧默印呢？也行。来本鬼书，给他出个猫的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不行，不能换这个。整装待发。吸血鬼给我出中出魔抗开始，我天！那我也得来个鬼书。正在报告。我们去上路带线，既然对面选择团战，我们就不团了。我这玩意儿那团战不厉害。不用理他，我直接跑。烫死了，队友打赢了，可以啊，哎呦啊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
投降了。